您的演唱实在是太精彩了，朋友们，我们欢迎方先生再来一段包公戏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让我的学生来演唱呢？您的学生，他是学什么的呀？铜锤花脸。铜锤花脸，好，那您先请。这不是王开春同志吗？哎，我记得您是搞器乐独奏的，怎么方先生介绍你是铜锤花脸呢？这不是就是铜锤花脸吗？这么个铜锤花脸，我知道了。朋友们，这件乐器叫拧雷，顾名思义，演奏起来呢，全靠人用手拧来调节声音的高低。好，朋友们，下面我们就欢迎王开春用拧雷演奏一段《包龙图达》，坐在开封府。